你以为给天堂鸟随便浇浇水，它就能长得这么大吗？其实水里面没有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成分，时间长了，耷拉黄叶又干枯，可以在每次浇水的时候兑上一勺这个微生物菌剂，它里面含有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成分，而且里面的有机质成分会被植物所吸收。另外，它每克含有2亿活菌，不仅可以给植物补充养分，还能提高植株抗逆能力。每次给天堂鸟浇水，我都会兑上一勺。